Manato. Malacanã. Paulus. Asangkun. Bunun在这边，古拉古拉，我本身的是两公顷半，前面是舅舅他在做的，可是他放那边，没有做，我想说梅子在那边一直浪费，他想说过来帮他做，因为他的孩子都不做。 记得我们小时候就在我们这个后山啊，就一个很大棵的梅子树，我们常常放学就会去那边找零食吃。哎，还有其他的零食是哪些可以拿的？ 你们有种梅子，我们都没有种梅子。对呢，我们就几颗，当然我不晓得那个梅子是种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不过在我记忆中，它就已经很粗了。也是变成我们的零食之一啊。就是在还在日本时代留下来的吧？也不知道，我想它风种的也有可能啊，可能说没几颗啊。 像我们是小男生是比较喜欢带着弹弓往上到处跑嘛，就跟几个堂弟嘛、同学一起这样，沿路就会开那个三圣，对三圣啊，还有野草莓，对三圣野草莓，到的时候也是零食，最好还有香蕉，百香果，嗯，百香果也是。 梅子我记忆力比较强的是，我们会为了争那个梅子已经黄的哈，我们就要爬上去抢，谁先爬上去谁就吃得到，黄的那个梅子，因为黄的梅子就比较酸酸甜甜了，爬那棵树就为了抢那个熟的，啊，男生会爬得比较快，一般。啊，后面哎，我想到我都流口水了。后面就有龙眼了嘛。对，有龙眼，啊，我们会常常也是。 有一次比较有趣的，我跟我堂弟俩荡龙眼树，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底下的被摘的差不多了啊，我就直奔到最上面顶端，还有一两处，我到那边摘起来要下来的时候，发觉说一条青竹是在那边，糟糕了，不知道怎么下去啊，那个急死。 跟我老公结婚之后，他们必须就是一直到南投骑迪拜，那时候是骑摩托车，很累很辛苦，回来去一趟，回来一定是降了大概10公斤左右的那个体重。我爸爸那时候才说，对吼，我们本来就有梅树几棵，为什么不试着种？
对，就这样开始这种的民宿。所以我们从事这个这个种这个梅子的部分哈，就是30年了，就跟我们结婚的周年是一样的。哦，对，你要陪我，这样没有相亲相爱。我是在桃园区公所服务，那我在农业观光科，到桃园区公所任职以后，我就是认识了果树产销班的班长，所以在他从事农业方面，我们就是有在跟他做接洽。就我们这边知道，他们是从88水灾之后，他们才转型作为有机，那以前都是采自然农法。那因为我们这边种梅子的话，都是属于山坡地形。在耕种方面的话，我们就只能朝自然农法去放养式的去管理它，所以梅子都是采无毒的方式。农会辅导我们做有机的梅子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用砍草做它的肥料，也补助它的养分，有时候就会用发酵过的有机肥来补助那个树头的营养。这样在我开始做有机的时候，树头看得出来那个用化学的那种管理，树头都会干干，皮都会裂开啊。在转型期之后一直用有机，第一年还长得还不错，第二年哎，那个果树结得好像长得不一样了，产量变少了。那第三年更糟，那个产量更少啊，本来想要不要再做有机，因为那个产量变少。后来推广员叫我们继续做看看，到第四年哎，整个树都变了，它的皮都变好，树头也变壮，因为有机的养分好像比较长，它会埋在泥土，它就慢慢吸慢慢吸，等到雨水出来的时候它就会长得很漂亮。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再继续做到这个时候已经第十年了。下雪啊，kalau susun satu maka bunuhatan dia patah sisi wang kaya tak syalai kami ada fang mifong tak boleh jua zu kita nak na ke sui bian na suci tak yi tak jauh lah eh因为没有喷化学什么东西的那种，
自助就特别长太多啊，对梅子好像也有受损哈、哦。野蜜啊，越来越少哦。像这个梅子，它需要有昆虫来授粉才会生长力才会很好，所以我有养蜜蜂，再放那个蜜蜂辅助它来授粉之类。蜜蜂又过来要授粉了、啊。那个蜜很高兴。蜜蜂很高兴来采蜜，也是为了授粉给那个另外一只花朵。以前我们小时候就会跟着父母亲去打梅子，就是带着竹竿，然后铺着网，然后就赶采嘛，那就去打梅子。然后因为我们要整个园区都走遍，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哎，那边怎么有很多的蜜蜂会往那边飞，就会看到它飞到石头洞里面，我们就知道那底下有蜜。一边吃着它的蜜，然后就是一边打梅子，那整个过程就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整个生态就是那么平衡，那么自然。那时候的蜜蜂非常的多，所以当我们在打梅子的时候，你就会听到蜜蜂的声音在那边嗡、哦、因为有时候它的蜂巢在移动，它的女王蜂在移动的时候，它的蜂群都会跟着移动，所以我们在打梅子的时候就常常看到一团的蜜蜂这样飞过去，跟着它的女王蜂一起飞。如果在现在开花时节，整个园区都是蜜蜂，你就会听得到嗡的声音。对，是。那所以为什么会有原住民的八部合音？它就是听着那个蜜蜂的声音去创造八部合音出来。这一区大部分都是用手采送到农会，很少用干采。那清明节以后，大部分都是用干采的那种做法来说。清明节以前是做脆梅，因为它的脆度比较好。清明节以后，它的脆度就变熟了，所以没有办法再做脆梅这样。在我印象里面，打梅子里面哈，有时候如果早一点的话，就会碰到所谓的梅雨季节。啊，如果梅雨季节刚好来，连续那几天都在下雨的时候，我们打梅子就必须要赶快把它打完。那个梅子哦，它黄得快，也会掉得快，所以我们等于是跟时间在赛跑。不管它刮风下雨，除非台风啦，地主会很想赶快去把梅子采下来，但是工人他们不会这么想，他们会想说、啊、今天下雨天我不要出去工作，
可是有时候我们出去工作了，也许做个两三个小时，就开始下大雨，会大家就会这样全部都湿淋淋的在那边在工作，拔或者是在背啊，在扛啊，哦，那个我觉得是非常辛苦的事情。自己在管理梅园的人，你不可能就这样休息，因为一两三天，你如果不赶快处理哦，那个梅子落得很快。一两天搞不好你就落了1000多斤或2000多斤都有可能，你再拖个几天好了，也许就落光光了。我这个比较简单，因为我把它打下来之后，把叶子树枝把它筛剪起来，就直接放在我那个桶子里面，然后加海盐下去浸泡，放个差不多4个月。四个月之后，这当中要去翻动，有一些梅子可能原水会蒸发掉，我们就把它让那个水能够覆盖到。然后四个月之后就捞起来，就会晒到我们的那个日晒屋里面，这样去晒。这样如果四个月再加上我晒的工的话，一般呢、啊，如果到加工完以两万斤来讲的话，大概我的时间大概7-8个月就可以把这件事情给处理掉，全部给它完工，然后把这些晒出来，晒成有点干度哦，我们叫它梅胚，再送到我们合作的厂商那边，他们再进行第二遍的加工。因为我觉得梅子这个部分，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碱性的东西，对，对我们身体也都很好嘛，碱性的东西，所以有人在这方面在做研究，啊，有人做成一些非常好的健康食品啊、饮品啊，都在做。所以我们现在在弄的这些梅子，几乎都是要销往日本，因为我发觉日本对我们台湾的梅子好像情有独钟。